道学用语词汇十五，例一章，九十六术，九十六种外道的学术。九山八海，指以须弥山为中心的九山八海。在须弥山的周围，有由甘陀罗等八大山陈列围绕，而山与山之间又各有一海水，一共就是九山八海。九因一果，在十法界中，前九界是因，后一界是果。九次第定，初禅次第定，二禅次第定，三禅次第定，四禅次第定，以上是色界。四禅天的根本定，空处次第定，实处次第定，无所有处次第定，非想非非想处次第定，以上是无色界四处的根本定，灭受想次第定。九事，过去现在未来各有三事，合称为九事。九世间，在十法界中除去佛界，就是九世间。因为这九界都是迷的境界，所以叫做世间。九的三界共有九的，其中欲界占一的，其他色界和无色界各占四地。欲界位五趣杂居地，色界为迷生喜乐地，一禅定生喜乐的，二禅离喜妙悦的，三禅舍念清净的，四禅无色界为空无边处地，实无边处地，无所有处的，非想非非想处地。以上九的因皆贪着境界不肯离去，所以叫做地。又因为是从有漏业因所得来的果报，故又名九有。九地九品之祸，三界共有九的，九的各有九品之祸，所以一共是八十一品之祸。九有见九有情居，九有情居，三界中有情乐住的地方共有九所，叫做九有情居，或九众生居，简称九有，或九居，即欲界之人与六天、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中之无想天、空处、实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九居，九有情居的简称。九门，见九有情居。九思，孔子曰：观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君子有九思而行。九界，十法界中除去佛界，即是九界，此九界都是迷的境界。九病，寒病、热病、恶病、渴病、大便病、小便病、欲病、掏想病、老病。九玄，子、孙、岑、玄、来、坤、人、云、尔，是为九玄。九经，中庸于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坤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炫，体群臣则事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公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是人行之者则天下平矣。九州，纪、演、清、徐、阳、金、玉、梁、雍，此中下九州之名也。九重天，一月轮天。二水星天。三金星天。四日轮天。五火星天。
六木星天，七土星天，八恒星天，九宗洞天，是为九重天。九流一补星象算术推测流，是为九流也。上九流一佛祖，二仙，三天子，四宰相，五将，六官，七公，八商，九农，此为上九流。中九流一句子，二一，三地理，四推，五丹青，六象，七僧，八道，九琴棋，是中流。下九流一昌，二道，三巫医，四梅，五替，六戏，七唱，八耍，九吹手，是下九流。九流行业一乘一，二罗，三剃头，四修足，五六婆，六吹，七打，八火，九狗呼。九华山，山名在中国安徽青阳县西南四十里，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相传是地藏菩萨的道场。九无学，九种的无学位。中阿含经中说的九无学是退相、守相、死相、住相、可净相、不坏相、不退相、会解脱相、具解脱相。据舍论中所说的九无学是退法、思法、护法、安住法、堪达法、不动法、不退法、独觉佛。九无畏，九种的无畏法，即则灭，非则灭，虚空，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摩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缘起之性，圣道之性。九部经，由三藏十二部经中除去方广、受记、无问自说，就是小乘的九部。若除去因缘、譬喻、论义，就是大乘的九部。九梵，指四禅天的九天，即无云、浮生、广果、无想、无烦、无热、善现、善见、色究竟等诸天。九众，比丘、比丘尼、六法尼、沙弥、沙弥尼、出家、出家尼、优婆塞、优婆夷。九劫，九种的烦恼。劫就是烦恼的别名，因烦恼能使众生劫富于生死。九劫九，是爱劫、贪爱、慧劫、甜慧、慢劫、骄慢、痴劫、愚痴、疑劫、疑正法、见劫、身见边见见邪见等、取劫、见取见即戒尽取戒、迁劫、迁徙财物、集劫及他人。九恼，又名九难或九恨，即佛在此世间成道及在成道之后所遭遇的九种灾难。一梵志女孙陀利棒，五百阿罗汉亦被棒。二瞻遮婆罗门女细目于作父棒佛。三提婆达多推山压佛，伤足大指。四逆木刺脚。
五毗琉璃王心冰杀诸事，此佛时头痛。六受阿耆达多婆罗门请而食马麦。七冷风冻故疾痛。八六年苦行。九入婆罗门聚落，乞食不得，空钵而回。九道见九有情居。九经三藏十二部经中的九部经有大小乘的分别，见九部经条。九僧在大法会中领导众僧做佛事的九位比丘及导师、咒怨师、本师、散花师、梵音师、西藏师、引头、庞达、那众。九漏九个漏泄人体中不净物的地方，及人的两眼、两耳、两鼻、口、大便处、小便处。九鬼无财鬼三种，即巨口鬼、真口鬼、臭口鬼；少财鬼三种，即真毛鬼、臭毛鬼、隐鬼；多财鬼三种，即吸磁鬼、吸气鬼、大势鬼。何之变成酒鬼？酒恨人恨死的九种原因，即不应饭而饭，不量食，不习食，不出食，只熟不持戒，禁恶之事，入礼不食，可避不避。人有九种的恨死，即得病无医。王法诸路，非人夺精气，火焚，水溺，恶兽啖，堕崖，毒药咒举，饥渴所困。至佛的九恒，见九脑条，九莲，九品莲台，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净土。九窗，又名九窍，或九孔，即人的两眼、两鼻孔、两耳、一口、两便道，因为他们长流不尽的液体，所以叫做疮。九难见九脑。九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莫那识、阿赖耶识、眼摩罗识。至眼摩罗识，华意味无垢识，或清净识，即真如或真心。九辩九种菩萨所特有的辩才，即无差辩、无尽辩、相续辩、不断辩、不怯懦辩、不惊不变、不垢于辩、无边际辩，一切天人所爱众辩。九品九种的品类，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净土，又名九品净沙、九品安养、九品莲台等，即有九品分别的净土。因为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人有九品的分别，所以所往生的净土也有九品的不同。九品行业往生极乐净土的九种修行。九品觉王指阿弥陀佛，因阿弥陀佛是九品净土的教主。一和圣堂活动概况编辑部。一活动预告，月日中英文三宝班，月日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月日新春志向班，台北。月日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月日辅导员训练营，月日春季班，月日辅导员训练营。二活动概况，月日举办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月日举办国语期会班、
半天。月日举办冬季班，月日举办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月日举办年终悔过班，月日在花莲举办年终悔过班。编后语：编辑部，凡我白羊天使，若能领悟道真、理真、天命真，体现诚心、信心、恒心的重要精神，坚持修办道工作，为自己的事业全力以赴，内外兼修，始终如一，则个人必有了道之一日，继而弥勒家园、大同世界之实现指日可待也。易经第十六节，由十二辟卦论言为三月不为人的真谛，一年四季十二个月。如以卦象的阴阳消长上看，十一月富，十二月临，正月泰，二月大壮，三月绝，四月乾，五月姤，六月遁，七月否，八月官，九月包，十月坤等十二卦配合时，二月称为十二辟卦。言回三月不为人，乃在九月包卦、十月坤卦、十一月复卦这三个月。为何？因为九月为秋收之时了，为夏霜；十月为冬天了，十一月为小寒、大寒之开始。言回在这最寒冷的天气都没有违背人，也正是颜回打从十三岁拜师以来都没有懈怠过，即使再寒冷也考不到他的心智，此乃我等兄弟姐妹应该效法之精神。世间是一个迷魂阵，众生堕落凡尘，沉迷于酒色财气，醉生痛死，迷失本性。虽然从生门而入，在迷魂阵中迷失了方向，不能从生门而出，导致六道轮回无尽。而今吾有缘缘胎佛子既已得道，应万分感谢老母洪恩，勤奋修办道已达成白羊弟子光荣使命，返本返源，重返理天。业力之大，古今皆然。现今社会科学昌明，在工业社会，多数人不信因果轮回报应，圣人怕因，凡夫怕果。我们众生六道轮回万八年，所造业力不可计数，而今而后，我们虽然求了道，但法力难敌业力，业力难敌愿力。我们白羊修士应发奋图强，静心修办道，精进不懈，行功立德，愿力无尽，来转化宿命，跳脱因果牵缠，净化本性，则成道有望也。我们今生为人，六万多年来，六道轮回不计其数，而今荣幸遇到白羊齐道将，火宅庶民应运，更难得之得道四难，我们均已获得并且得到的白羊弟子，我们不仅是要修道，更要充任白羊天使，代天宣化，替天行道。修道要从正心做起，急需养成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并予以保守持行。四改十恶、贪、嗔、痴、心之三毒，恶口、两舌、绮语、妄言，口之四恶，杀、盗、淫、身之三恶等。如此修内功外，同时也要行外功，即财施、
法师、无畏师三师之外，度人、开荒、设佛坛等，皆为修办道之工作。如此要道化家庭，使能够每一成员皆参与修办工作，以完成白羊修士之使命。注印大德方明录一，现今部分王万之一二五本，刘美玲一二五本，施兴天五本，李福气二五本，李家修二五本，李家宇二五本，许玉五本，庄建五本，王瑞林二五本，王伯阳二五本，廖世豪一本。二，邮政划拨部分，杨德香二五本。Nurse Quorum, N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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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orum. 十六，两千零八，义和双月刊第十六期目录，年四月，义和圣堂介绍，白羊佛堂，龙华盛会，续布达，经典背诵专栏，选考科目老子《道德经》编辑部。先佛圣训，芙蓉中道院实行忏悔班编辑部，李世长加言，李苦得乐王坤德，历代祖师介绍，第十三代祖师文王王子，新义开荒记，开荒播种化当年孙正阳，道学研究。五常编辑部，反省中反求冯新聪，人生哲学，人生之苦编辑部，天然养生金刚练性功理一章提供，义和圣堂活动概况编辑部，编后语编辑部，注印大德方明录编辑部，先佛圣歌。期待再相会编辑部，义和圣堂介绍十三，布达，白羊佛堂，龙华盛会，续。要逢此龙华盛会之机缘，并非偶然，也无侥幸，绝无一究可得之成分，是累积自上天无极老降道之恩典，以及诸天神圣、诸佛菩萨之无尽的悲愿，到庄下凡共相圣举，共铺成龙华盛会之大道。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探讨龙华盛会之真谛。在龙华盛会里，有一项很殊胜又很难际遇的实事，就是三期应运。而在三期应运中，有象惊天地、动鬼神的事物，就是三曹普渡。在白羊修士的口中，时常听到一句：“一失人生万劫难，错过普渡再遇难。”只因普渡难逢。而三曹普渡是上天皇恩典，责备三曹。天曹是河汉星斗，诸天神仙的曹是地府的幽冥鬼魂、祖先元灵，人曹是芸芸众生。这攸关庞大因缘的事物，正是三曹的名师天然古佛、月慧菩萨及诸天神圣、诸佛菩萨搭帮助道，
再推展着。龙华盛会是由白羊三佛、白羊初祖、为东方第十七代祖师姓陆名中义乃弥、乐古佛化身，道统祖祖相传活佛师尊为东方第十八代祖师姓张名奎身，字光弼，圣号天然，尊号天然古佛，系宋朝济公活佛分灵将士孙师母乃月慧菩萨化身，应运分灵将士姓孙名素贞，字明善，圣号慧明，尊号中华圣母。这白羊三佛前仆后继，开演着龙华盛会，因此一和盛堂在左右门斗上分别设置有天然古佛、月慧菩萨之另一圣号太阳星君、太阴菩萨之图像，一位圣者都有好几位尊号，如济公活佛有降龙尊者，象征着日有火德之内涵。在民国三十六年的中秋夜，代表着三曹普渡的大明师天然古佛得留三曹到成天上，回天脚趾右灵坛着圣训，火德脚趾里遇游，师徒分手在中秋三天，大事一人掌，日月换间。在此时，在这三曹普渡之当下，日月何德未知名。自从进入白羊应运三曹普渡以来，天然古佛、月慧菩萨之大德论及三曹被人们比拟成日月的光辉，在人间默然中传。宋的一部《太阳星经咒》与《太阴星经咒》。太阳星经咒，太阳明明珠光佛四大神周正乾坤，太阳出现满天红，日夜行程不住停，行得快来催人老，行得慢来不留存，家家门前都走过道，被众人叫小名，恼得太阳归山去，饥饿黎明苦众生，天上无我无昼夜，地下无我少收成，未为神明有人敬，无人恭敬太阳星。太阳三月十九升，家家念佛敬香灯，有人奉送太阳经，和家老幼免灾星。若无传我太阳经，眼前就是地狱门。太阳明明珠光佛分与善男信女们，每日早晨念七遍，永世不入地狱门。临终之时生净土，九玄七祖净超生。日光菩萨从东来照见天门九重开，十万八千诸菩萨诸佛菩萨击翻牌，脚踏无量的风云，透的开头戴珠宝塔，娑婆大世界一定诸佛法，口诵日光经，准则金光一卷经，一来报答天地德，二来报答父母恩，龙天八部生欢喜，家门清吉保安宁，真心常念太阳经，一切灾殃化为成诸尊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太阴星经咒，太阴菩萨向东来时，众地狱九重开，十万八千诸菩萨诸佛菩萨两边排，诸尊佛法如云的山水莲花闷得开，头戴七层珠宝塔，娑婆世界眼光明，一来报答天地德，二来报答父母恩，再生父母增福寿，别是父母早超生。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弥陀佛。
天罗神的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成每晚诵的七遍。永世不入地狱门普光菩萨普光经，合掌恭敬念分明念的一遍超深度，一句弥陀圣黄金大藏小藏均有念，念到西方见佛身家有黄金布袋去，阴阳指考此卷经虔诚常念太阴经，时时夜夜先教民福禄寿心可立志，众人何不早传经一卷真经重如山，勿为经中三五字一卷真经保团圆，经典背诵专栏选考科目老子道德经观妙章第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五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矫，此两者同出而异名，痛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妖之门。观矫章第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思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思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合，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畏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畏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为弗居，是以不去。安民章第三，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畏道，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以圣人之志，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改，谓也谓无谓，则无不治。不盈章第四，道充而用之，或不盈，渊兮四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战兮似若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手中章第五，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有橐越乎？虚而不屈，动而越出，夺言数穷，不如手中。古神章第六，古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无私章第七，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生存，非以其无私耶，
故能成其思。若水章第八，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己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为不争，故无尤。持淫章第九，持而淫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玄德章第十，载淫或暴衣，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畏乎？天门开合，能畏慈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身之处之，身而不有，味而不恃，尝而不宰，是谓玄德。虚中章第十一，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山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壑，有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为赋章第十二，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祸，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父不为母，故去彼取此。宠辱章第十三，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谓上，辱谓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无所以有大患者，谓无有身，即无无身，无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者，可以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可以托天下。道纪章第十四，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为。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矫，其下不昧，神神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相之相，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知古之道，以喻今之有，能知古事，是谓道纪。不淫章第十五，古之善谓事者，惟妙玄通，身不可识，夫为不可识，故强谓之容。玉溪若东舍，
川。游兮若为四邻，偃兮其若客，涣兮若兵之将士，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孰能浊以治？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深，保此道者不欲盈。夫为不盈，故能蔽而心诚。复命章第十六，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云云，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每生不殆。知有章第十七，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欲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犹奚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为我自然。四有章第十八，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伟。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纷乱，有忠臣。朴素章第十九，绝圣弃智，名利百倍，绝人弃义，名副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另有所属。见素抱朴，少思寡欲。十五章第二十，绝学无忧，为之于阿，相去几何？善之于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兮兮，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沉沉兮若魔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于人之心也哉？沉沉兮众人昭昭，我独若昏。众人察察，我独闷闷。淡兮其若海，飘兮若魔所至。众人皆有矣，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十五。从道章第二十一，孔德之容，为道是从，道之为物，为恍为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杳兮明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性。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悦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报一章第二十二，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是以圣人报义为天下事，不自见故名，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成全而归之。同道章第二十三。夕言自然，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谓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不处章第二十四。弃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余道也，曰于时坠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混成章第二十五。有物混成，先天的身，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强谓之名曰大，大曰是，是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的大，王亦大。狱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德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资重章第二十六。重谓清根，静谓躁居，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资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乃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宜慎加言，存佛心，说佛话，行佛事，当体成真就是佛了。现今学佛的人都从欲明明，得于天下上去用力，不知从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上入手，所以不能成佛。先佛甚训，编辑部精诚至可图始终从读出，进取见深入所知当日读，办法求记取反复做功夫，道阶第四度境界更突出。无奈后东方第十八祖奉命至中道院，驾以参在问爱徒们可有真鬼真忏，精进是向善向上一鼓作气的激昂，精进是争取时间充实空间的主张，精进是始终贯彻追根究底的理想，精进是热忱学习勤勉用功的辉扬，精进是办到资源支持神器的能量，精进是主动参与加紧脚步的奔忙，
精进是手不释卷经书典册的存档，精进是先积而作成积而为的处方，精进是行远自而登高自卑的内脏，精进是造化生命造就使命的时光，精进是缩短流程达成志愿的修养，精进是越挫越勇百折不挠的自强，精进是事理洞悉性理认知的朝向，精进是有错改进有疑必问的智商，精进是心无苟且身无懈怠的榜样，精进是知后能言言后知行的担当，精进是一发而再一再而三的来往，精进是力行无阻用心无碍的资粮，精进是贤才姿态圣人坐席的磁场，精进是正菩萨到六度万行的桥梁，万古奇缘化开绝后空前，远山里观止一线，千般争去止观玩味无限，近水处注入涌泉，万行天意一度境界视线，云海中浮生碎变，千载难逢直到天色再见，星空外依旧明天，千江有水千江月雅，万里无云万里晴，是大道我身行，逍遥其中日月何成名，来往时道未平，调剂把根留住，师尊老大人白话辞训，腰还酸不，脚还麻不，汗还流不，身还热不，既然徒儿腰不酸脚不麻，那就跪下千叩首，徒儿跪挺，既然徒儿汗不流身不热，那就殿善观了，只要内在心静有在精进，哪会困于外在环境，徒儿说是不是，那就未时已过，徒儿才坐下才吹风，未时已过，徒儿才坐下才吹风。写训，师尊老大人批训，徒儿又扣上一千叩首，是被觉一身酸，还是更积一念尘，又经历一场历练，是产生一埋怨，还是激动一恩情，又照见一面镜子，是看到一张脸，还是石头一叶种，又清算一段罪过，是知错一时间，还是忏悔一时中，徒儿们，为师浅进问了四句话，要的是徒儿深切的反省，反省什么？反省在修道不修表面，修道但修内敛，何谓内敛？当徒儿看到花花世界，就要想到无常，当徒儿看到芸芸众生，就要想到无声，要能做到眼所见历历深入，心所想比比深度，如此才能超凡入圣，从迷入悟。徒儿听懂话吗？能有资格进入此上乘忏悔班，已经不容许徒儿再假装糊涂，要在日常中准备无常，要在平常中活出真常，要在反常中知道正常，要在非常中修养寻常，要学做，一定要学做。看看眼下非常时代，多少非常男女不知道生命非常短暂，不知道任性非常为险，
不知道流行非常虚幻，不知道娱乐非常可怜呐。反过来，在这白羊末期特别的时运，乾坤图儿切切要当个特别的乾坤呐。徒儿要知道业力特别敏感，因果特别灵验，功过特别裁判，身相特别攸关。为什么？原因是一指真能超人，一世真能超身，一步真能超越哪？是哪一步哪？就是精进六度当中的精进这一步。徒儿精进了吗？徒儿有精进吗？一年没度一个人，谁说精进啦？一年没看一本书，岂有精进啦？一年没学一堂课，何来精进啦？一年没改一毛病，哪算精进啦？徒儿啊徒儿，一本经典若能从不停的研究到不停的实践，就算精进了。一句道理从不停的听讲到不停的印证，就算精进了。这当中含藏着知和行诀窍，若知而不行或不知而行，都非实证精进，会落差，会断离，故而要做到精进，此功夫要注意到轻重缓急、深浅调息，始终如一，方能达到目的。今为实行忏悔班，徒儿都当实实在在地去掉懈怠，重新精进，好不好呢？班员答好，恭请下，为师赐果，一人一颗，给为师准备汤匙各一只，周徒代劳。师尊老大人请曾点传师各派一只汤匙，徒儿们先把心静一静，细细聆听为师的叮咛，借着手上的功，为师要徒儿当下实行精进的功夫，利用手上的匙削掉果皮。记住，精进的功夫在于轻重缓急、深浅调息，始终如一，果皮不可断矣。一口气用心精进，徒儿有没有问题？班员答没有，开始削皮且训。师尊老大人批训，徒儿们止住吧。为师先问，有哪个徒儿精进不断呢？举个手。有哪个徒儿精进不断呢？精进的功夫不怕慢，只怕断，更怕用心不专呢。为师有催促徒儿吗？有赶快徒儿吗？徒儿急什么呢？这条道路欲精进不懈，除了平心静气，除了善用工具，一只汤匙作为精进工具，徒儿是该用哪一端才能把事情做好呢？是用汤匙的哪一端才能把事情做好呢？精进不是盲目的进行，精进不是一味的快行。为师早有叮咛，精进的功夫在于轻重缓急、深浅调息，都断了。所以徒儿，修道不在表面做了什么，在内敛修了多少，涵养了吗？若专心致志，精进投入，徒儿可发现其中好玩呐、啊，真的好玩呐、啊。徒儿若有心有志，待会私下再玩。
但是莫忘记为师的含义是精进之道，一从凡道圣，一从迷道悟，切要精进不断，徒儿听明白吗？班元答：明白。有何谓精进？精进是学过的记取，学过的记取。中途再写《万古奇缘》，继续写，才几天前的事情呢？旅途接，妄图接，谁说要？训文来着。何谓精进？精进是学过的记取。徒儿讲一遍，若无一步一步的跟上，忏悔又有何意义？若无一层一层的深入，谁保证悔过不再犯呢？这两天忏悔班不是形式，不是排场，真真切切的真忏悔，天地设哪？化开绝后空前，接下去写万古奇缘，空格化开绝后空前，远山里观只一线，千般真趣，只观玩味无限，近水处注入涌泉，远山里观只一线。修行人最大的弊病，就是不断的向前追求，忘了往内保守，心往外放，忘了反省。借着这两天忏悔班，要的是徒儿往内反省，不看他人是与非，但知自身罪与错，就这一点而已呢。只观玩味无限，万行天意，一度境界视线，云海中浮生碎变，千载难逢，直到天色再见，星空外依旧明天。一格写四字，直到千江有水千江月，来往时到位。平调记，把根留住。何谓精进呢？旅途呢？一解再解，这叫精进呢？望徒儿们经过这一场试验，真正知道自个儿功夫到哪边。大道不远，就在一念之间。若徒儿悔恨刚刚没用心制砖，但是路一段遗恨斑。这次三曹普渡大开赦免，老娘慈悲一再的给予徒儿机会，万望徒儿有过有错，出班后莫再重犯。徒儿听懂话吗？周徒那未时一过，就让坐下吹风。徒儿继续上课吧。写引词驾立天反，院长大人白话词序，周贤弟亲率乎？当言乎？门户关闭，开冷气，调温最低，调风最强，自有用意。开冷气，大忏悔之后的心情，无论顺境逆境，冷嘲热讽，无不动心忍性，为所不能者而增益。此乃大忏悔之后心性之延续，弟妹可懂？有惊无险，班会将毕，大忏悔班。洗心涤虑，为兄奉命，兼班彻底，朱笔卯布，绝对中立，是功是过，不敢包庇。问心无愧，方是成绩。贤弟妹，道真理真，天命真，但问弟妹反省真不真？班元答：真。忏悔真不真？班元答：真。感恩真不真？班元答：真。全体跪下，叩上感恩头，三千叩。周贤弟表文备齐，诸位点传，
两边排班立，感恩头叩壁，跪挺时辰已至，老大赦忏悔立愿准，望弟妹在此千钧一发，战战兢兢，切莫五时辰到，四时坠矣。否听懂？班员答：听懂。周贤弟代天行礼，吴师兄隐退一旁，素未不离。活佛师尊慈训学圣贤必备之心。第一要存慈悲心，第二要存仁爱心，第三要存善良心，第四要存施舍心，第五要存宽容心，第六要存诚心，第七要存孝心，第八要存敬爱心，第九要存恒心，第十要存信心。李氏常加言：离苦得乐，王坤德，因而呱呱落地，似乎是我本不愿生，忽然生在世的无奈呐喊，预知自己将投身不可预知命运的红尘苦海中，不知此生又将轮转至何时，方得以脱离这个红尘苦海。因此人只要一出生，老天爷便已在每个脸上刻下了一个苦的正字标志，无一能幸免，且这个标志跟随着一生到死，注定了这趟是逆旅的苦难流浪记。佛家说为人至少有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恨，五阴炽盛等八大苦，尚有见解理想不能实现，遭受迫害，强盗、刀兵、水风火、地震、交通事故、争执、我执、法执、解脱不了等等，说不尽道不完的苦，正是浮生若梦，未欢几何。无怪乎连身为中国最伟大的浪漫诗人李白也要高唱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的及时行乐，为的是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而一代枭雄曹操也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今日世人更是以飙车、狂赌、狂饮、摇头迷幻、大麻毒品、摇滚达旦等极端手法，追求感官刺激，及时行乐，想忘却压力，丢掉痛苦。然而有道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老子也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伤驰骋甜烈令人心发狂，难得之祸令人心防，物极必反，乐极生悲，更是得不偿失。这是虚幻短暂的欢乐，亦是真实永恒的快乐呢？苦是一生的苦，因为那是心的苦。只要一颗心未能有所转化，必然是苦，而且要苦一辈子，苦生生世世。有求则苦，人生随着年岁的增长，是愈贪求也，愈来愈多，愈来愈广，愈来愈深。但是资源有限，物竞天择，必然会横生很多志，爱难行。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
以致求不得，无法满足贪欲心的苦痛，而生老病死或因其他原因所造成伤痛的苦，看似生的苦，其实苦的是心，痛的是身。如果读过六祖坛经，行有品第一风动翻动，就是心动的故事，以及大学心不在焉，视之不见，听之不闻，食之无味的话语，变了悟道时法界为心造的道理而伤之不痛了。心若专注另一件事，或会转各弯转念，便能无视苦痛的存在，这便是烦恼及菩提的翻转与升华。苦既是一生的苦，生生世世的苦，乐便要求真实永生很久的乐。离苦不一定能得乐，也不一定能从此永远离了苦，而得乐也不一定是永恒的乐。要真正离苦得乐，离生生世世的苦的真实永恒的乐，便要能求道修道，因求道才能得着智慧，了悟人生的短暂虚幻无常，而参透苦因，视透假乐。因修道才能逐步隔去贪欲，除妄心，生道心，明心见性，自能转念灭苦，度一切苦厄，无入而不自得，终至永远跳脱生死轮回，回返无极天堂，成就佛圣之境遇。古之先知先觉者皆如是而得证，今之智者亦如是方得证。从一贯道总会训其转载，历代祖师介绍十四王子，第十三代祖师文王，周文王姓姬氏，会昌，乃古公旦父太望之孙，季历之子，父亲王季，母亲太任。文王为人至孝，文王为世子时，朝于父王，一日三次，姬出名，即整衣至寝门外，问内侍曰：“今日安否？”内侍曰：“安。”文王乃喜。即日中，文王又至，问内侍曰：“父王安否？”内侍曰：“安。”文王乃喜。即日暮，文王又至，复如之。如有不安，文王则忧形于色，行不能正履。父王复善，然后使复出。是善，必问寒暖如何，食之，必问所善如何，未尝一日稍倦，其志行如此。文王代表创立周代856年基业的重要人物。周的第一代祖先是契，又名后稷，姬姓。契死后，久传至古公旦父，因避西北戎狄的强悍扰夺，故搬家至其山下之州。原保住国力，由于大家军认为他是人君，故军与之合作，扶老携幼来归附他，人口因而大增。后来周代建国，追封古公旦父为太望，族人则尊为太公。他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名太伯，次子名仲雍，三子名季历。季历娶妻太任。当他怀孕时，当年无遗恨死者，太公又梦见有二日当空，普照天下，醒时正是太任临盆时刻，于是太公以二日相叠将此新生而命名为昌，后来之文王，
更妙的是，当月到深双岁，传为佳言。故古公旦父特别喜欢这个孙儿姬昌，他常说，我周氏是应当兴旺起来的，就看我孙儿姬昌了。当世的风俗是习惯传嫡的，姬昌是最小的一个儿子所生。古公旦父这样的期望孙儿能光宗耀祖，势必要把世袭的职位先传给季历儿，后又才能传给昌。季历前两个哥哥泰伯与仲雍，怎能轮到他继位呢？幸亏泰伯与仲雍深深体会到老父的意思，他们利用父王病时，以采药医病为由而远走他方，如此方能顺理成章有因缘使老父传位给三弟季历。他们两兄弟先到山西的南部建立了虞国，后来又南移成立吴国。那时吴的人民还未开化，入水捕鱼鳖喂食，恐怕蛟龙未害，都在身上刺了许多花纹叫做纹身，又把头发剪断以便游泳。泰伯仲雍逃到吴，吴人尊他为君，泰伯仲雍便也依照吴的风俗断发纹身以绝回国之意。古公病末，国人寻到吴的要请泰伯仲雍回去，他兄弟指着身上刺纹头上短发说，我们这般模样怎能回国为君。国人无奈，只得回去拥立季历为君。季历整顿国政，国益盛，遭商之度，昏君文丁设计将之囚禁，使之困顿忧郁而死。其子昌依礼继任魏王，后被尊为文王。他因幼臣庭训，知师达理，为人忠诚，信义有道，故贤人均争相来辅他。每日办理政事，接见贤士，忙到日中，还无暇进食，故国日盛。不久，商君文丁崩卒，子弟已继位，看见周日益强大，生怕因为季历的事情记恨，便极力示好，特将皇妹嫁昌位后，易经中即有多处地以闺妹的记录，见闺妹挂壁标，婚礼极为隆重，盛况空前，其方式是在渭水之上搭浮桥，以迎新娘子。无奈结婚后不久，其妹重病亡故，文王再娶福国的女儿太姒为季氏，列女传中称她贤德美貌且多才，连续为文王生下十子，其名字依序为伯邑考、发、管叔鲜、姬旦、蔡叔度、曹振铎、陈叔武、霍叔楚、康叔峰、冉季载。商周的通婚使周的文化更加进步，国运更加进步，国运更加兴隆。由于文王的礼贤下士，敬老慈幼，勤俭爱民，四方才德均投奔于周。帝已为了进一步联络感情起见，便任命文王为西伯以及西方诸侯之领袖。此时的周势力颇大，史书上称之为三分天下有其二。不久商帝已卒，纣王继位，
纣王是历史上的典型暴君，其成名地位同于夏桀。纣王天资优异，但却刚愎自负，生活奢侈，肉林酒池，不肯接纳谏言，且杀害忠臣比干等。他的同宗弟兄殷王子比干是一个忠耿正直的人，看见他这么淫乐无道，常拿好话来规劝他，劝来劝去，劝得他气火了。他就向比干说：“我听人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窍，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有七个孔窍。”上叫人把比干推出去，挖了他的心，来检验是真还是假。纣怕人们说他坏话，特地设计了一种非常残酷的刑罚，叫做炮革，用以惩罚那般口出怨言的人民和敢于见证的臣下。这炮革是把一些铜柱子涂了油，横放在通红的炭火上，叫犯罪的人光着脚板在上面行走，那东西又烫又滑，走不了几步，总就会不由自主地堕落下来，掉在炭火里皮开肉烂的烧死。纣和他的宠臣爱妃见了，常常大笑，引以为乐。一般人不懂的古意，错把炮革当作炮烙，想象你并且以为是像爆铜柱那样的刑罚，其实是不对的。九头有一个美丽而又贤淑的女儿，纣把她索取来做自己的嫔妓。可是这个端庄的姑娘不喜欢淫荡，纣在一怒之下就把她杀了，连带还杀了她的爸爸，把他的爸爸剁成肉酱。当纣王正要杀九侯妇女的时候，九侯的同僚二侯也是个像比干那样正直勇敢的人，马上出面向纣据理力争，求纣赦免本来无罪的九侯妇女。这一来更是惹得暴君雷霆大发，不但杀了九侯妇女，还把敢于和他争论的二侯也一齐杀了，并且把他身上的肉一片片的割下来做成肉钱。那时西伯昌及周文王听说昏王无道杀了九侯和二侯，知道再要觐见也是无益，只得暗中叹息几声。不料却被一个奸臣叫崇侯虎的打听到了，就去向纣说：“那西伯你可要防着他点，他平时假装好人，收买人心，好些诸侯都向往着他。这回听说你杀了九侯、二侯，他又在那里唉声叹气，怕将来会对你不利呢。”纣一听崇侯虎的谗言，果然便叫人去把西伯抓了来，囚禁在有里。有里在如今河南省汤阴县北，是殷王朝的一个最大的监狱。监狱的周围是土筑的又高又厚的墙，就是身有翅膀也休想飞越过去。文王被囚禁在有里，他的臣子太颠、洪妖、散宜生、南宫氏号称文王四有，听了这不幸的消息都非常着急，赶紧跑到有里去看望文王。经过许多困难，终于在阴森暗惨的监狱里和文王会了面，旁边有虎视眈眈的狱卒严密监视着。
想说的话都不能够说，只好说些无关紧要的话。看看规定的会晤时间快要到了，还什么也没有谈到。聪明的文王赶紧向他的朋友们做了几个暗号。他先把右眼睛向他们挤一挤，那意思就是说就很好色的寻找美女来献给他。又拿一只弓把来敲敲自己的肚子，那意思就是说就还想要他的财货宝贝，也得把这些东西寻找了来献给他。最后又把两只脚在地面上急急地踏动着，意思就是说要快要快，迟了恐怕性命就难保了。文王做的这几个暗号他的朋友们都懂了，就高兴心地回去赶快准备一切。红腰散宜生等几个人回到本国以后，果然赶紧拿出很多钱来寻求美女和珍奇宝物。美女是在有生活寻访到了，有熊的36匹好马，还得到犬戎的文马，五色斑斓的身子，火焰般通红的毛，眼睛像黄金，颈子像鸡的尾巴，名叫鸡丝之臣。骑了他只要不是遭凶死，寿命可望活到1000岁，还从林氏国得到一匹极稀罕的野兽，身子有老虎那么大，形状也像老虎，只是尾巴有身子的3倍长，也是五色斑斓，名叫邹吴，又叫邹鱼。骑了他一天可以行走1000里，还从其他各处得到许多珍禽怪兽，黑颜色的美玉，大的贝壳，各种各样的野兽皮都一起拿去献给昏王纣。纣有一个宠臣名叫费仲，这回献美女宝物就是先买通了费仲，请他去说人情才献上去的。既贪财更是好色的纣坐在大殿中央，看见下面陈列了这许多多的东西，又是美女又是宝物，高兴非常。他把有生活的美女看了又看，果然艳丽无双，禁不住嬉皮笑脸地指着他说，只这一样东西就足以释放西伯了，何况还有这么多的东西呢，哈哈哈哈。周文王于是从有里被释放出来，让他回到他的祖国去。这一去就像是蛟龙归了大海，老虎奔赴深山，纣的必然败亡的命运于是更加速地朝前进行了。纣王非常高兴，于是赦免了西伯，又赐他弓箭斧钺，使西伯能专征伐，并且说赠害西伯的是崇侯虎。后来西伯献了洛水西坎的土地，以此请求纣废除炮烙的刑罚，纣就答应了他。当文王被囚多时，其生性至孝的长子伯邑考便聚集群臣商议救父方法。伯邑考主张由自己带了珍宝到商做押，换回父亲在殷王朝做人质，替纣驾车子。这个平时替他驾车子，据说是喜欢音乐的忠厚老实的青年，丢进大汤锅里去，活活煮死，然后叫人把肉汤送去赐给文王喝。
文王回国，得知伯邑考已死，不免痛哭一场，也就明白前日纣王赐根的来源，不觉泪如雨下，心中大痛，遂裂肝肠。休克过去，家人急忙以茶汤连灌漱口。西伯暗地里行善事，诸侯有了纷争，都来找他裁决。当时于丙两国的人有了田地的争讼，无法裁决，就到周找西伯。到了周的国境，只见耕田的人都在田间留下很宽的田埕，互相谦让而不占去耕种。人民的习俗都是礼让尝上的。于丙两国的人还没见到西伯，就自觉惭愧了，于是商议道：我们所争的是周人所耻于取的，还去干吗？不过是自取羞辱罢了。就转回头，双方都不要那块地方，互相谦让而去。诸侯听到这件事，就说西伯应该是受天命，要得天下的君主。西伯在第二年讨伐犬戎，下一年伐密须，在下一年败了齐国。殷的祖伊知道了，很忧惧，就告诉帝纣。纣说：我们不是受有天命的吗？区区西伯能起什么作用呢？明年西伯伐鱼，下一年伐崇侯虎，并迎见封邑，从其下都于封。第二年西伯崩逝，太子发祭立，这就是武王。西伯在位大约五十年，他大概是在被囚禁于有里时，将邑的八卦众为六十四卦。诗人所称道的西伯，就在受命专征伐那年称王，而裁决于丙的征讼。过了七年而崩逝，追谥为文王。那时已经更定法律制度，改制正朔正月初一了。又追尊武功为太望，功绩为王绩，这由于称王的瑞应是从太望开始的。后来的玉江太公承接天命，以造化名，后人对之歌赞者比比皆是，《诗经》上更是俯拾可得，其中以大雅文王篇最具代表，录之如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为新，有周不显，地命不实，文王至将，在地左右，伟伟文王，令闻不已。臣昔哉周侯文王孙子，文王孙子本知百世，凡周之事不显一世，王国克身为周之争，几几多事文王以明，穆穆文王于积息禁止。甲大哉天命，有伤孙子，伤之孙子其力不易，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无念尔祖欲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因之未丧失，克配上帝，以见于因俊命不易，命之不易，无恶而功，一朝一问，有余音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秀，宜行文王，万邦作福，
文王自太公望手中承袭天命，接续尧舜汤的道统兴传，信天磊落，放大光明，推广情远，亲民化众，虽没有天子身份，却能服天下之民心，故至今仁寿，世人追念不已。观其成功因素，在于不重玄虚的学理，而是要求将心量之止于中道处，在以仁敬孝慈信为实践的德目，这便是庸言之景，庸德之行的真意所在，亦是自明德利己，达乎心明度众的重要门径，也就是当今修行口号“修天道，必由人道做起”的最佳典范。文王享龄九十七，礼敬世人，苍生怀恩，并重时，特地吩咐世子姬发，我有三句要紧的话要告诉你，你要记住，不可忘记。看见好的事情，不要懒惰不做；看见时机立时，不可怀疑不决；看见坏的事情，赶快离开，不可碰一下。这就是做人的道理。世子再拜受命，承传道业，开万世之洪范。心意开荒记，开荒播种话当年，从大陆到台湾的半道过程。孙正阳，早年的中国铁路最发达的地区是东北，东北铁路网的构成系以中国长春铁路，也就是所谓的中东铁路为主干，呈丁形发展，横贯北部的市西起新安省的卢滨，往东经过海拉尔、齐哈尔、滨江及哈尔滨、牡丹江，再延伸至绥芬河而出境，而其纵贯线则是由哈尔滨，简称哈市，向南下经长春、四平、沈阳、鞍山，然后贯穿整个辽东半岛，一直通往旅顺、大连。东北开荒一生转捩点，总括起来说，哈尔滨算得上是东北铁路网的主要枢纽。早年我们天道兴义的开荒东北，以及后来又从东北出发向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与后来台湾的开荒播种，也都是以哈尔滨为集合中心。起码说，它是天道东北兴义单位中区区在下孙正阳一生的起点与转捩点。我的祖籍是山东莘县，民国十三年岁次甲子九月，我诞生于东北松花江畔。飞玉峡尔的国际名称哈尔滨，因为是夏历九九重阳的一日，所以父母为我取名孙正阳，别字旭九。民国三十一年的正月十三那天，我求得到点传师系哈士吉斯坦的池文焕，当时吉斯坦的坛主乃是池点师的妹妹池文玉。当我十八岁的时候，配三才主持习练三才者，系当年哈士昆德坛的唐卷生先生，当时班上乾坤共计有一百人，结班时赵炫名列前茅考第一，我的成绩考了个第四名。后来我们在哈市十三道街设立了佛堂，坛名甘回，后来主持甘回坛的就是我。道场发愿回归祖国，
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下旬，哈市开办天道及贤圣会。十一月十五日，天津新义总坛张武成老前人奔临哈市，例会转述天然老师倡导向外地开荒的大事。那时的年轻人个个好奇好动，志在四方，很多人都当场纷纷发愿，希望到国外或最遥远的地方去开荒传道。当时是我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甫满一年，我发的愿是到台湾开荒，尽管当时台湾业经光复，回归祖国，然而大家心目中对于曾经日本统治五十年的台湾，仍无意外国地区，至少说像是到日本去一样。道场中发开荒愿，一般说来也都是各有其缘由的，并不是全然随心所欲，无凭无因。我之所以发愿到台湾开荒的机缘，系由当时同坛与会的陈凤柱而起。陈凤柱有位邻居杨克神，是台湾台南人，战时被日军征召随部队到了东北。中国抗战胜利，日本军队投降，杨克神当时虽然脱离了日军，而并且也求了道，但是因为刚刚胜利，清乡锄奸运动正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因此杨克神急急盼望早日返乡，同时充任我们开荒台湾的向导。开荒的计划既经确定，自然就需要筹措川资，发愿者都必须自行设法凑足开荒款项，同时也免不了要安排一些家庭方面的琐事，前前后后定然会有些耽延。更不巧的是，陈凤柱因为他家中年老的母亲一时无法成行，而当时由于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东北的战况急转直下，情势异常紧张，陈凤柱的问题僵在那里，一直挨过了年，弃至三十六年初，天津新义总坛来函催促，大家只好临时匆匆择定正月初八启程。当初我的求道系由捉经理凤英度引，后来他又和我同时参加集贤盛会，我发的愿是到台湾，而他当时却是发的到马来西亚的开荒愿。事先大家也曾商量过，甘道和坤道同时出发，据料在我们决定正月初八出发的前两天，小儿孙生刚当时甫满三岁，却忽染疾病，而坤道方面临时也有人尚未准备妥当，于是我们甘道人员于无法拖延等待的情况下，决定由吕尊兵点师率队立刻启程。由于是团体行动，当时我也就顾不得许多，仓促间将小儿身刚脱捉巾照顾严一医治。我个人随同旅点师率领的道亲们一同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南下经五常，转长春、沈阳、锦州进山海关，抵达北京，然的再转赴天津新义总坛。津新总坛坛址设于天津市的河北大街，我们一行抵达总坛时，由安书亭前贤出面召见，
把大家安顿下来，因为有其他方面的人员尚未到齐，需等候他们来。到后一次举行立开荒院的仪式，然后再行分头出发。我们东北新义的另一组，系牡丹江和宗好前人领队，也是由一位台籍日军公连进的道清座想到，该队的天才是张长江，另有王春茂、马仲林随行。他们也是因为情势急迫，仓促出发，并且连管钱的人都未曾赶得及出来，待至哈市与我们会合时，我们哈尔滨单位的开荒经费便全部交由何宗好前人统一掌管。于金大加其及天津新义总坛吕尊兵点师，把我们哈尔滨的人全部向何宗好交代清楚后，他才搭火车返回哈尔复命。我们在天津新义总坛，因为听后由道德总坛转成老师的公文，又耽误了不少十日。这段日子里，因为时局瞬息万变，人人心中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烦躁不安。可是公文既经呈报了上去，谁也不好再去追问，大家除静候消息外，顺便也听前人们谈论一些新义创设期间的轶事。最令人感到印象深刻的是新义二楼走廊正对着大门口的栏杆上那条深约寸许的刀痕，据说当年张武成老前人初创新义坛，因为房子不好找到合适的，听人说天津市河北大街面对白河有处闹鬼的房子，地位适中，价钱便宜，于是便买了下来作为新义总坛。开坛的时候，天然老师亲来主持，有天晚上请坛时，突然一阵飘飘阴风扑进了坛，吹熄了烛火，当时坛上黑漆一团，人人暗自心惊。突然间法律主显化，神刀电斩，妖魔被砍落指爪附剑遁去，栏杆上留下这条刀痕，坛上诸道清敬畏有加。事后流传道道场上更奇快至人口，我们东北来的则是有目共睹，刀痕宛在，大家对天道神威不禁油然而生无限崇仰与虔信。师母斥责火速开班，陈奏的公文依然如石沉大海。后来连老前人们都感到十分不安，经过一番商量，决定由张武成前人具名，邱鸿儒前人执笔写了封信，并由安书亭前贤亲自持往道德总坛查询公文下落。当时总坛负责人系胡贵金道场，而处理上上下下大小事务者，则系杨冠楚前人。杨前人说尚未看见这件公文，经过仔细追踪查询，结果发现公文被压在门房，薛前人管理收发公文的卷底下，虽然未经束之高阁，但这一压却几乎压出大事来。因为与此同时，由东北来的坤道天才李金林上坛求训师母灵坛，斥责大家来天津是不是专为闲住混饭吃，为什么笨的连问都不会问呢？
这么一来，老前人们全坏了。杨冠楚前人当即指示，火速开班。三月初，天津春季班由吴桂金道场主持，办理开荒立院事宜。当时因为天然老师去了西安，所以由杨冠楚、张武成、邱鸿儒诸位前人随侍刘师母兼班。仪式结束时，大师姐特地选取了颗最大的苹果，亲手递交给东北来的天才张长江。哈尔滨五天未进食。在这次的春季班上，张文玉前人曾当众问及大家有谁曾经为了到一天两天三天没有吃过饭。当时大家虽然未曾立即答话，可是我内心暗暗自语，我们哈尔滨方面却有经过五天没吃过饭的人。春季班结束后，杨冠楚前人特地为我们写了封信，要我们带到上海交付当地办事的人。于是大家叩别了天津方面各位前人，搭乘一艘海军派来的登陆艇，起定开往上海。当时上海基础坛出面接待我们的是李廷杲先生，他为人非常严格，脾气也很大，即使在请坛上香，后学弟相稍有差池，他老人家当场就骂，毫不容情。我们在上海住了两夜，然后搭船进航台湾，立足台湾重头学起。民国36年4月，我们抵达台湾北部的基隆港，当天晚上乘坐铁路局夜快车进赴台南，临时下榻于台南六一旅社，后来为节省开支，由龚连敬介绍迁搬到台南消防队的宿舍。因为消防队员有位是龚连敬的亲戚，着实为我们省钱不少，同时我们就在住处附近慢慢跨进当地居民的生活圈，开始学习语言，熟悉当地交通状况。而我们居住的房间仅有六个榻榻米。皇天不负苦心人，我们终于在台南市西区仁爱街29号找到一处房子。当时是一处被联军飞机炸坏的皮屋，经过一番整修收拾，于36年6月15日正式开坛。主办者为何宗好前人，天赐坛号为纯阳，坛序果长，由马仲麟守抄。此时我们纯阳坛与台南基础组故祥林、常州组的徐昌大、宝光组的苏秀兰等均有联系和来往。所谓把船只再渡人，不论简陋豪华，我们这处由荒墟改变为佛堂的道场，照样可以办事。这里就是我们来台湾首先建立起来的根据的说。据韩仓的话，当时大家吃住都很艰苦，何老和我同睡一张床，所盖的被子还是我从哈尔滨带出来的棉被，所谓宽床盖被，名为前人后学，实际情同手足。当时只求随遇而安，一心办到，至于未来如何，谁也不曾放在心上。到了年底，何宗好前人传返大陆，
37年春，为了道务的开展，我们决定开办仙佛班，则集于友爱街的坤园。坛开坛，由我孙正阳主持，在场者有苏秀兰前人和陈代华，击首位张长江、罗调。水被秦代逆，一开坛活佛师尊灵坛，借由张基训及攀升一棵大树树顶，同时指示速取老师道袍备用。戒严时期诸多不便，事出仓促，不及准备，幸喜苏秀兰所属崇安街老松亭佛堂备有道袍。距台南市中心尚有2公里远，当时尚属戒严期间，夜晚宗教活动异常不便，但因佛有命，唯误不得，于是由苏秀兰派人带路，由马仲林随驾护持，赶往老松亭佛堂。取得道袍后，由苏处另一机手陪同，一路晃晃荡荡返回，真是玄妙不可思议。仙佛护驾，职业巡逻警察竟然视而不见，未曾加以盘查询问。当时一贯道活动被列位历尽，我们开坛宠和仙佛显化庇佑，不禁令人啧啧称奇。37年八月初七，和宗好前人由天津返台，随来者有葛景涛和王春茂。四因王春茂和张长江偶生芥蒂，张基遂行离去，由葛景涛接任天才，继续办道。民国38年春，和宗好前人莅临嘉义，主持国华街道光盛会，六甲坛主礼。天之因对玄关存有疑问，老师灵坛苏秀兰处有位人才，忽然一个踉跄，头部跌触到供桌脚上，登时昏厥。约5-6分钟后，忽便语音监呼，声称前世冤孽缠身前来，请求老师化解。当时李天之约30余岁，被老师一掌打中天灵盖，李天之忽然发话，自称前身系一农民，因误将成豆米粒遭他抛弃，今生应有此报。出入频繁，惊动警方。当时台南铁路系统道清如陈丰德、王坤德、杨佛儿等，其他如王茂滚、陈宝元、吴元祥等，皆亲身目睹，称奇不已。遗憾的是，这次道光盛会人员出入频繁，惊动了警方，从而拘捕了葛景涛予以严讯。为免警方罗织珠帘，七月间和宗好前人率同马仲林再度返回大陆。此期间，葛景涛已为警方示归，于是经过一番商量，决定由捉金手谈，由我率领李凤兰、葛景涛回去办道。2-3个月下来，道务遍及台湾各地，王春茂父则收钱管账，彼此交割手续清清楚楚。38年冬天，和宗好前人从天津请回来60个天命，原来只有50个。师母认为66大顺，特加10个凑足60个天命。我于10月正式领命。就在38年那年，孔宪周、潘延斌、郑西川、薛福龙等发愿拟开荒日本。当时经费奇缺，只有孔前人变卖1两黄金做川资，拟由哈市偷渡日本，
结果不幸被日本政府发现，彼等衣物被洗劫一空，幸喜有惊无险，人员平安折返，功德费差点无法交差。另外安东方面高金城、关世谦等原本是要到日本或韩国去，因为偷渡不成折返东北，辗转流落舟山群岛，38年随部队撤退来台湾，与我们联络上矣。后脱离其原属部队，暂时栖身于六甲佛堂，徐前设法脱除军服，恢复百姓身份。正巧陈带有一弟弟乃警方人士，告已先住入其新营辖区报各临时居住证，造成记陈事实，然后再设法来个迁出迁入，结果总算上天续道，脱去军医报准户籍。到了民国42年，何宗好前人二度从香港返台，我这时如释重负，讯即将他离台期间所办到务一一向前人报告原委，交代清楚。前人垂询详情后，立即命我赴台中王春茂处要回全部功德费。前此自36年以来，凡是钱财包括功德费等，皆系由何前人亲自收取。前人不在台湾期间，功德费暂由我收取保管，并于每年按规定节日会同洋佛而共同解往台中王春茂处点交无额，求道心永志不变。何前人听从吴梅在经理建议，到其丰隆药行赞助。当时丰隆药行系由高金城与陈荣得看店，然后经由嘉义处明治点师多方设法，方使浙江前人接到嘉义龙前人那边去住。一直到民国44年，何前人因为胃病不适，经由林徒的安排，将前人接往高雄巴拉信居网，然后由各道场凑款买下台北市内江街74号作为前人公馆，这才一劳永逸定居下来。购置费用包括有当时李凤英于台南黄荣安武经行内所设昆班的巨资30000元，往事尘封已久，记忆难免喘误，尤其事情的发生次序先后必有错置，但有一点，即我的求道初心倒是历久未变，所谓守慈善道，终老称焉，此其差可自我告慰，算是抚养无愧于心的事。摘自年月大同天下道学研究五常编辑部。五常者，仁义礼智信。常者经常，平常之道，万古常新，千古不易之理，如日月之运转，东升西落，昼夜分明，四季运转，春暖夏热秋凉冬寒，乃天地之常道。五常者仁义礼智信，乃人之常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是人之常道。人能行如天地日月之运行之理，谓之正常。若不照常行运作，则谓失常或无常。仁者是人的心德，人之心德就是人之良心，人的良心就是天理。良心若是天理，乃要推己及人，正己化人之道。仁者从二人相处，
因人不能离群而独立生活。若见他人之苦即如自己之苦，所以圣人说万物同体，有恻隐之心人之端也。故君子存仁德之心，体天好生之德，行济人利物之功。有仁者做事用物，为人而不为己。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别人骂我、欺我、恨我，我不将祸害移到别人身上，此则是仁也。佛所谓慈悲之心，是治世人人能知，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仁即是与生俱来的本性，要如何去实践人的德事？子曰：人远乎哉？我欲人，斯人至矣，则求人的人。论语曰：孝悌者也，其为人之本也。有仁者一行孝悌之仁德心，要立下仁者之风范，必先克去私欲，方能排天地之功德。仁者必作利益大众之事，并以恭敬、宽厚、仁实、勤敏、恩惠能将此五种美德施行于天下，则仁矣。义者义也，则做事合乎正道，合乎一味之义也。君子修身必知天理之正，人情之欲要辨别邪正，身实事情之正理而行，该做才做，不该做的不做，就是义也。修道君子在贫穷困苦之中，不失大义，能修好自己的身心，不被物欲所蔽，又逢得意之时，不奢华浪费，学富贵不能淫之坚决。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所以君子之大义存也。孔子曰：成人。孟子曰：取义。人是内圣的功夫，发于内心，要由义而行之。孟子曰：人人心也，义人路也。仁义者相辅相成，人是爱人，义是正本明晓，内外有序而不紊，则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合乎仁义之道矣。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之仁，若见财物定先思义，虽家贫困穷苦，亦不为不正当之财物而失此大义。若不义而贪求富贵，实如空中之浮云、草中露水，云逢风吹而散，露水受日晒而消失。世人若不远虑，必有近忧，做事要三思而行，以义理为重，方能免受祸端。人若受恩，能知恩报，本即行义也。义有五义，十义之别。五义者：父宽，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十义者：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父从，常惠，幼顺，君仁，臣忠。此十义者，谓之仁有忠义也。十义五义皆人道上不可缺乏之大义也。孔圣人曰：见义不畏无勇也。所以君子之仁，要有见义而勇为之气概，才有尽力所负担之使命，这就是天职也。义者做事有功，不忘报仇，则称大义；不忘此大义，则可参天，此就有义者也。做事有理则行，非理则不做。要疏财仗义，舍身就是度人，
不贪无义之财，是谓之义德也。礼者礼也，天理之节文，正人生之法，礼是做人做事之品行。人若无礼，尊卑无分，敬畏无存，而骄傲而成人。不知礼则禽兽不分，古代圣人定礼以节民性，以崇明德。古圣以礼定法，而下以法上礼。富而知礼则不骄，贵而知礼则不淫，贫而知礼则不谄。礼在五礼之中，为做人所应遵守的道理。自古以来，上自国家元首，下至民间士庶及家庭中，必是尊卑有别、老幼有分一定的秩序者也。故曰有礼则治，无礼则乱，成灾是言。今人为古人之礼太过繁，为礼过繁才能容人之骨气也。今人之礼虽简易者，必定以荡人的性情也。骨气柔则易治，性情荡则难反。礼之离身有水之泛滥，以就礼为无用者，必有大乱。故圣人治礼，教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循循善诱，使民有善而不自知。孔子一生只是执礼，礼主敬，主敬者执中之要也。心主于敬，则貌必恭，尊卑高下各适其宜。故礼之于纲常五伦最为重要。洋洋乎发育万物，俊集于天。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至刚至柔，至为至显，可以为万事师表也。礼是敬义之用，此礼义互相联系之旨。知礼义而后知廉耻，先廉寡耻，礼忠丧，道德沦亡。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天下无不乱乎？人生处事以礼义相应，待人和蔼恭敬，廉耻长存，淫乱不犯，是谓礼德也。治世辨别是非，明正邪善恶之能力。孟子说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知时时务，明白进退，是礼则从，非礼则弃，知天达命，格物穷理之谓也，智者之也。对于是礼魔所不知，对于是非曲直、邪正、真假、善恶，皆能辨明。所谓智与时不同，智者对事理明白之后已经无疑惑，而且做事能实行，此可谓智也。有智之人定少过失，虽有过失亦能速改，所以有智之人定有孝悌之道，有忠信，有礼义，有廉耻，有勇气，而不贪欲，不恬贵，无奢侈。佛经曰：般若则妙智慧，明白万物之源理，又知所应守之法则后，皆能了解万物所受之痛苦，加以解救而报之以解脱之理路，此谓之智慧也。所谓识者，只能识事，不能明理。言行不一致，言不顾行，未作道圆融之事体。凡能言而不能行者，则谓之识。人之智力虽有高低厚薄之别，然亦由公言情待与后天经历深浅以别其程度。能公言不倦，则皎皎慈心有白日常照，光明万里。要达圣人生智之学，必智力格物致知。人要转识生智，要寡欲虚心
欲小而至欲大，至欲圆而行欲方。所谓心小者，乃不敢纵心之所欲也；至大者，不畏思而畏功，则不畏小我而能畏大我。至圆者，万事要有周全，亦勿作圆满。行方者，行为端正，态度庄严，世人若能依此而遵守，则可称大智之人矣。性是真诚实在，忠厚无伪也。金木水火非土不载，仁义礼智非性不成，就是性之道大矣。交易往来必守信用，与人皆是一言未定，不做小人，反复无常事。若与人巧言令色阳奉阴为口是心非，言而无信，有几忘形事，未忘了性德也。性自从人言，而人言要有正确，方可谓性也。守信要说真实言语，讲的话一定要做到，做不到的话不可说。人若不守信，对人失信，后定无人相信。四时者天之信，时或者的之信，五德成者人之信也。五行之有土也，寓于四时之中。五常之有信也。有人无信是假人，有义而无信是假义，有理而无信是虚理，有智而无信是伪智。有信之人大矣。信口不如信心，人性不如自信，轻诺必寡信，守信者必谨言慎行，立身处世，利己待人，言故行，行故言，笃守忠信。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末之方可行。一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相处一推不行也。口心合一，口言善行乐于言而敏于行，性自范围及广阔，性愿照愿行，性是照是做，有性则能愿受尊性，则能奉行。总要以诚存心，以性而作，处事有时，不至欺骗者，方可合性道。五伦纲常之德，亦称五达德，乃人道之纲领，为圣为贤全的五常之道，是人如师。弃五常之道则为恶，人生处事待人必以仁义为本，理智为根，信实为用，德行以培人，敦人以精义，明义以崇礼，上礼以增智，义智以笃信，信者道之全体待用也。曰：五常以其常行于旦夕而弗失矣，常存于心而弗为。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之诸善无不出于一体，体而行之，道德乃固，人道基石，天道自载矣。反省中反求，冯新聪。一前言，反省是一种自我的觉醒，找到错误的答案。师尊云：没有反省的日子是不值得过的。反求，学到应重视自己的内心反应，这关乎理念，正确理念，方可当下降其心。从是非对错，终修成心安理的知平和。从争名夺利，终修成推功揽过之美德。从我执我见，终修成接受包容之良策。从自以为是，终修成低心下气之品格。从要求埋怨，终修成立身行持之功课。从指责他人，终修成
自我圆融之原则。二，从是非对错中修成心安理的之平和。是非对错是站在个人的角度的看法，如能跳出个人的角度，就没有是非对错的争执。譬如老师问学生今天太阳从哪里出来的故事，若能从众生的知见转成佛的知见，那就不会有是非对错争议。心安理的是智慧的显现，是非对错是实知的分别。六祖云，心地无非自性界，心地无乱自性定，心地无痴自性慧，不增不减自精。刚生去生来本三昧，心能安在一处，处心在一处，这一处则一心，这一心则没有二心，假如有二心，就起了很多心。这也叫会心一处，一指中央会。如能会悟本心，见自本性，自然而然理就得了。所谓平和，就是没有偏在哪一边。三，从争名夺利中修成推功揽过之美德。所谓争名夺利，就是好胜心强，也就是多生多劫的心都是一种好胜心。这种心称实强，好争强斗胜的人。佛云，肉身里面实心就变化受想行，实心越强，分别的受想行的变化越厉害，也就是说争名夺利越厉害。佛云，你知道肉身里的实心，也就是你的真法身，那才是你的真宝贝。你能了解这样受想行识的幻心，就变成你的宝贝。推功揽过就是没有好胜心，也就是说识弱智强。你能用般若智慧照见识之，使识之转成慧智，能照见五种识运，那就没有真名夺利的名词。假如你有推功揽过的心，还是落在次第，不要落在推功揽过的二心。假如你有推功揽过的二心，你会执着在此，那你就不能随缘自在，自在随缘。美德是一种非常高尚与尊贵。四，从我执我见中修成接受包容之良策。所谓我执我见，是个人的实知世界。金刚经，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皆非菩萨。人总是闪入我的观念，我的先生、我的太太、我的种种。有我就有真执教，我执就在于取，所谓争取、夺取、斗取、赢取等等。我执我见的人，偏见当作正见，傲气当作庄严，懦弱当作谦虚，自专当作能力，奉承当作尊师。金刚经持经功德分后有一段话，须菩提，若乐小法者，者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所谓接受包容，接受是一种无怨无悔，包容宽宏大量的心胸。南海古佛云，修道要修自己，刚柔并进，不
不要只在个人的意见上，要容纳别人。海能纳百川，才能成其大。修道办道者，要有宽宏大量的心，才能担大任，办大事情。量测是一种最上乘的方法，没有比此方法更好。五从自以为是中修成，低心下气之品格。所谓自以为是，就是心中只有我认为是，没有别人感受的存在。一位修办道人如果自我为是，听不进去善知识的慈悲开示，这种人就是自我存档，就停留个人的旧思维。谈经第七品机缘品，离本则慢状，头息不至的有我最极深，王公福无比。六祖大师再次开示，汝精明法达，勤诵未修歇，空诵但寻声，明心好菩萨。汝精有缘故，无精为汝说，但信佛无言，莲花从口发。所谓低心下气，是谦卑的显现，而不是侮辱的遭遇。六祖大师于一问品，一则上下相连，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宣。佛教讲到六合僧，理合、事合。义理合同是追求真理，正无畏之理，目的是一个。所谓合，就是合而无争，叫理合。二是合，有分为六种合：一生合同住，二口合无争，三意合同悦，四解合同修，五见合同解，六力合同居。品格是一种无瑕疵、能做标杆的东西，就是品格完整的人。六从要求埋怨中修成，立身行持之功课。所谓要求埋怨，是不懂得因缘果报。命中自有终须有，命中没有莫强求。永嘉大师正道歌，或达空播因果，茫茫荡荡招殃祸。众生就是众念丛生，不懂得因缘果报，拼命追求，茫茫荡荡做，茫茫荡荡受。只是懂得要求，要求一大堆，要顾到埋怨天，埋怨人，到最后自我毁灭。所谓立身行持，以身作标杆，立身行道，行持精进不断。佛的弟子有两类，第一类结而不行，如同说食不饱，如同你到银行看人算钱，那些钱不是你的，到最后是空的，这是求解不修行。第二类行而不解，他认为只有修行无助行施，他只是行而不解，还是贪着心、谦心、贪图别人的，习自己，自己牵得不舍。解如木，行如足。金刚经无助行施，依解起修。在修道办道的过程中，以真实无畏心，如同佛陀在金刚经第一份所说的，尔时世尊时时者依持钵入舍卫大臣起时，于其城中次第起意，还本处，犯食器，收衣钵，洗足以敷坐而坐。所谓功课，就是用功学来课程所得到的真实。七从指责他人，
终修成自我圆融之原则。所谓指责他人，就是不反省自己，专指摘别人是非。指责就是背信自己的人格，也就是没有提升自己的层次。指责是念头起了魔名处，才觉偏从迷昧去，若能晚从理路来，一起变觉，一觉变转，此为转或成福。师尊云：相信是学道的出路，相让是学德的出路，相弃是学业的出路，相成是学佛的出路。自我圆融，自我圆融有两个大方向，要具足无量的大智慧，才能度化千差万别的众生。要有具足福报，你没有具足福报，你摄不了众生。六祖大师，福慧两足尊。要达到圆融自我，这两大条件不具足，是无法圆满。上求觉道，下化众生，使命。原则就是一种不变法则，一定要经过整个过程。结语：人生哲学，人生之苦。编辑部：一生之苦。生就是生活，为生活劳苦奔波。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人，其实已经极少看见还需为一日三餐图温饱，穿衣蔽体错风寒，居屋遮风雨而工作的人了。工作可以说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取代而成为生活的全部，也就是从未生活而工作，经过为工作而生活的阶段，现在变成为工作而工作。为了工作，不是为了赚钱，亦可以舍弃自己和家庭，一切只为了做好一件上扬之持的工作，或是达到一份自我要求的责任，美其名为责任感或成就感。日以继业，不眠不休，甚至是至死方休。即使是已经当上大老板，已经是家财万贯之辈者，你问他为何要那么拼命工作，他还是要回答你：不工作，我家里要吃什么？他的人生价值与目标，就只是为做个不愁吃穿的人，为了一个不该是目标的目标而劳苦一生，弄到耗精伤神，体弱躯病，不苦吗？人在贫穷时，总是会羡慕住在高楼大厦、出入有汽车代步的富贵人家。然而，后者的脸上就绝对洋溢着快乐的笑容吗？不但未必，可能还是露出愁容者居多呢。虽然每天吃用方便一点，可是他每天的生活都在苦心钻营，为各种事业打算，为金钱周转伤脑筋，到晚上十二点可能还睡不着，如果家庭不圆满就更痛苦了。反过来说，如果家庭虽然清苦一点，但是吃完晚饭却可以一家人在外面乘凉，共同谈天，享受天伦之乐，无忧无虑，看在那些有钱人眼里，一定是快乐的不得了。所以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就因为看透这人生之苦而立志出家修道。张良感叹做人难，他说：
多言人嫌少言痴，恶被人厌善被欺，复遭嫉妒贫遭。见算来自然合天机，青山不管人间事，绿水何能洗是非。子房张良字收拾安身处，摇头摆手说不知。每日汲汲于名利富贵的我们，是否能体会到或感受过这种人生之苦呢？或许对大部分人来说，苦滋味不一定能体会，但若换另一种用词，烦恼，可能就容易体会了。自我要求高的人，强烈责任感与成就感的满足是他压力的来源。被人要求的人，若达不到目标，就会受到某种程度与形式的责罚，便是他身不由己的压力。来自环境的更大压力是一种社会化的认同标准，出人头的、有出息、功成名就等价值标准，更是从我们一出生当人就透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各种有形无形管道强迫灌输在每个人的脑海中。从此以后，我们就活在种种不得已的压力锅里，手段从竞争变斗争，然后经常发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叹与无奈。也难怪现代人最流行学习如何减轻克服压力，如何开发潜能以应付压力与突破压力困境等等可以解放压力的花样。想想有谁可以悠游自在地享受自我疏解因压力而来的烦恼苦呢？如果人生就是为了来应付无穷尽的现实生活，让生活牵着我们走，甚至已经变成是生活在替我们过日子，那怎么会不苦不难过呢？二，老之苦。人生就像一列在生死路上疾驶的火车，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不但怕死，而且更怕老。人们想的不是老年时拥有的人生智慧、生活历练、悠哉清闲、无事一身轻，而是衰老后的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孤独无依、子女遗弃，然后想尽一切办法看看是否能够长生不老，花大笔钱美容、塑身、拉皮、健身、保养、吃补品，自不量力的想要拉住狂驶中的生命列车。唉，这是多苦多悲哀的一种现实呢。人都会老，可是还没老的人是很难体会到年老的苦，更遑论去向往老者的智慧与经验。可曾看见一位头发苍白稀疏的体弱老者，也许他只有五十岁，缓慢地伸出那双颤抖松弛、肌骨无力的手掌，力不从心地紧抓着公车门边的扶手，要想跨出那轻而易举的一步，都足以让他汗流浃背。然后公车猛然开动了，此时的他可能会后悔刚才如此辛苦地才上了这辆车。许多年轻人都曾经读过唐朝韩岳的《纪十二郎文》，当时的他还不到四十岁，却已喟然长叹自己是茫茫发苍苍而齿牙动摇了。
果真如此，你说要等到年老有空有闲时再来游山玩水，可能吗？当然不可能。君不闻俗语说，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餐。到了七十岁的时候，要想在人家家里过夜，人家就要考虑再三，心里会想，年纪这么大了，会不会一不小心就到了八十岁，想要在人家家里吃一顿饭，人家也是要考虑再三，假如万一，看看我们自己都可能有的亲身经验，假如明天要去郊游，结果老祖父老祖母说他们也要一起去，你看怎么办？你一定会说明天要去爬山，要走很远很辛苦的，您老人家还是待在家里休息吧。真是应了人家说，人老了就不中用了，真是凄凉无比呐。三，病之苦，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铁打的身体也经不起三天的病来磨。一，个人病倒后，所有的雄心壮志、理想抱负、远景希望都和他没有关系了，甚至要是得了重病，那人生的一切更是要消失殆尽，化为乌有了。难怪就连张飞之流者亦要感叹，不怕死，就怕病来磨。圣者也提醒我们，四大体合之，一切我为主，久来遭风雨，元精元气失，神恍惚，灵六腑青红赤白分不出，老守家门光阴度，难言心生疾病苦。又云，病自英雄最忌讳，有力难发威，英雄何在？命与作对，体弱身气为。又者，除病者自己受苦，一切健康者能做的事情他一律做不来之外，多会连累许多人也跟着受罪。弱势的重病者，那些常年在病榻旁照顾他的人，就好像和他生病一样，也是什么事都不能做，其他关心的亲朋好友也要经常为他的健康病情而担忧操心。所以病之苦，苦的还不只是自己，而是一大堆人。若是得到慢性病，那就更是苦不堪言。难怪常在新闻中看到有些常年卧病之人，到最后为了不想再拖累他人，而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结果又去面对下一个人生之苦，死之苦。四，死之苦，人只要下一口气不进来，那就是死了，就是这么简单。有人说人死就是一了百了，什么也没剩，也不会有感觉，哪有什么苦的知觉。真要说苦，可能是活着的亲友家属还比较苦呢，自己走就走了，有什么苦的？当然有苦的，就是因为人死不是一了百了，人死不但不能复生，而且魂魄意识还会继续存有感觉，生前的种种愿景、希望、壮志、理想等，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它破灭，一切尽成灰，喊天哭地，求仙求神亦不能种来。
所谓一了百了者，不是死去的自己，而是那留下的一切身后事，对死者而言，才是真的一了百了。那种死后执着生前事，放不下又带不走的苦痛，可能不是活着的我们所能体会的。所谓临死掉泪珠，万有化成无，抛情千里外，此别中千古气奄奄。了阳世一道孤魂走阴司，思乡相隔一层纸，望坟原草木孤。更严重的是，死后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轮回的天律决定我们死后生命的去向，这更是我们所无法做主的。三寸气断的刹那，阴司特令一下，黑白无常来拿，十殿地狱就等你去报道。灭尽台前一战，生前善恶立判分明，苦的滋味是没人知道啊。此生生死永轮回，只因性迷醉，贪财好色做求自累，忘却顾家归。人生在世，若一味追求酒色财气，吃喝玩乐，声色获利，食甜吃爱，与自求又有何益？若看不破这些将来带不走的，必为这些所困，放不下，食不透，看不破，想不开，无以自拔，死后灵性必受此拘束而无法解脱，将受到比活着更大的苦痛。五，求不得苦。追求可说是绝大多数人一生的写照。追求金钱财富，追求各种权势，追求目标理想，追求幸福美满，追求追求再追求，努力奋斗只是追求的另一种说辞罢了。可是天下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人生在世，正因为世事总难称心如意，所以永远有可以追求的东西，而人们也永远追求不到所有的希望。所谓欲求不满，也因为欲求难满，所以不满。甚哲常言，求不得苦心如痴，心不在焉神若失，并非上天不作美，心中所欲命中无。台湾俗语一说，人二只脚，前四只脚，何止前世四只脚，人所追求的一切东西都是四只脚。以二只脚追四只脚，就算跑得过，跑得赢，也是极其疲累与辛苦的。若跑不过，那种求不得之苦，实在是人生一切烦恼的根源。更何况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人生的富贵与贫贱，多是前世因果之注定，今世若要强求，亦是空费心思。六，爱别离苦。与自己相爱相亲之人生离死别，是人生最大痛事之一。这是释迦牟尼佛出家时观见众生百态所发之感触。也许有人会说，现代人已经比较没有这种感受了，因为家庭亲情之伦理纲常观念早已不复以往了，孝心不在，慈心不存，就算亲人离别，哪会有多大的痛苦呢？其实那才是现代人的真正悲哀。
因为唯有心中仍存有那颗赤子之心，欲景才会生起悲苦之情。今若不幸有自己亲密之人要离我们而去，自己却是没有深刻不忍不舍之感受，那就表示自己心中早已失去既有之人亲人性，欲爱别离之苦，竟至麻木不仁，那不是人生最大之悲哀与痛苦吗？七，怨憎会苦。爱别离是我所不欲者，但冤家路窄又岂是我所喜欢的？试想，如果我们每天都要去想一些我们不喜欢想的事情，要说我们不想说的话，更要和我们不喜欢讨厌的人见面，那是怎样的一个日子？尤其是夫妻朝夕相聚，若至反目成仇，却又要天天见面，那是什么生活？是否就叫做苦不堪言？难怪圣哲又说，怨憎相会苦特殊，冤家夫妇最痛苦，双方专找不是处，吵木吵闹动文武。五，欲胜苦。这是佛家的说法，换一种方式来说，就是我们每天无时无刻都受到我们情绪反应的控制而身不由己，特别是透过眼睛看到外在世界的五花八门、五光十色，一颗不安定的心就很容易受到引诱影响，加上心神外放的习染而正日活在苦恼中。八，结语。五蕴是指色、受、想、行、识。色即是外界一切境物，若无法自持而随进而心神变迁流转，即会产生挂碍执着。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走进一家正在打折拍卖的百货公司后，您会有何种心情？是否被琳琅满目的各种色所吸引而感到兴奋迷惑？那就是一种受的反应，然后就产生想要如何的妄念杂想，然后在心念不停排流的时候，甚至也采取了相应的行举动作，最后在心田中印下一种分别善恶好坏、喜好厌恶之认知，就形成时。再举一例，若今天你是一位银行出纳员，每天经过手中的钱不晓得有多少，而每个月可以放进自己口袋里的钱，薪水的确是那么有限时，假如你能够心平气和，那么这些进出银行的大笔钱对你而言就起不了牵动心念的作用，就不会在你心中变挂碍了。可是老子说，就莫大于欲的，或莫大于不知足。如果你对这笔钱色动了心，受想要得到这笔钱，想就会费尽心思想尽办法来得到它，行终不出二途，明抢或暗偷，待东窗事发，自然身败名裂，即便侥幸不被发现，但夜半敲门也是心惊胆战。难怪圣哲又说，五蕴胜苦因贪图，时真衣锦尚不足，放纵情欲无止境，精气神进入三途。转载文章。